这里，但是没关系，我就 one little, two little, three little, many many all fell asleep. Two asleep little fell asleep little, annoying she fell asleep. 而且其实这张专辑的歌，要是说现场要 Q 清唱，其实是有一点困难，因为对，因为歌词是比较那个呢喃式的。对，然后但是其实你真的有数羊的时候睡着吗？有啊，有啊，没有？但我不会数羊，我就会数数字。哦，数数字。对，我一般会数到几百的时候吧，就是说就有可能会，当然你还要配合一些呼吸啊或者什么。因为我其实真的是觉得，就是疫情之后大家压力都大了很多，我发现失眠的人会多很多，所以其实大家有各种各样的就是让自己放松的入睡的方法，包括前面讲到了我们的这一瓶香味原香，其实它都是可以让你神经放松下来的一种感受。然后听听我们采洁的歌，然后呢跟他一起去唱唱那个复杂的歌词，哎，这个时候我觉得呢，因为很多人就开始在就是记这个复杂的歌词的时候呢，也开始要又想睡觉啊。好，那其实我们这张专辑呢给人留下印象是很深刻的，那你对于下一次发行专辑有没有什么设想和大概的时间呢？其实现在的带着新的音乐，然后的线下演出还没演过瘾，然后但是其实应该说我觉得现在我非常享受在这段时间里面的各种样貌的一个创作，就是因为我感受到就是我可以透过音乐然后去连接各种我过去在自己私藏名单里面的合作的所有的艺术家。对，所以其实接下来应该希望明年还是能够就是持续的有一张新的音乐产出，好，然后可能会有一些很有意思的一些乐器来加入啊，又要玩新的东西了。对，那除了我们音乐本身乐器的这样的一种沟通啊，以及就是可能同一种乐器对于同一段旋律就会有不同的诠释，哎，这也是很棒的一个想法。好，那明年大家期待了啊。好，那我们知道我们基本上说到我们的这个艺人身份，那真的就是在光线